缅甸反对派领袖翁山苏姬受邀访问中国，但陆媒却异常低调。传出中共中宣部发出密令，严禁陆媒报道，但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介入，并下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要高调报道。中宣部和中联部如此反差，评论认为中共宣传体系长期由江泽民一派把持，习近平的介入正说明中共高层即将两派的角力公开化。